队准备开始。好，广东队刘璋的第一个五发。一打拎出啊，刘璋第一个。其实啊，我感觉就是场外因素还是影响了选手的发挥。没错，喜剧人，喜剧人。习惯了，心态挺好。我估计我一会儿也这样式儿的。开始。第二枪是4.4环。好像是设备有点问题，听着那个警报似的。就是重新打一下第三枪。一点准备，开始。哎，我又是拖把，深深叹了打到叹气。那这一发确实就赖不着观众了，因为第一发的时候呢，确实他打的就是激发的时候还是有场边的声音的，但是第三发是没有了。6.1环。6.1环。开始。平复一下心情。拖把。第五发拖把。那刘璋的这个。第一组五发的分数就有点低了，10.5分。一打拎出啊，刘璋第一轮第一发结束，总成绩10.5环。这个项目还是很有难度的。做好准备。我有点害怕。